哇，星期日快乐啊！而家就喺呢个黄大仙飞凤街后面呢个小巷单边铺，嚟啊！呢个实用面积662尺，成交咗930万。除一除嘅时候咧，咁啊实用尺价讲紧系14000蚊尺，仲松埋有个自建阁啊！个阁楼楼上嘅扫水族馆好高楼底啊！吓喺个铺入边爬住楼梯上去，楼上呢个龙辉阁啊，呢个黄大仙飞凤街嘅时候咧，实用尺价。放緊盤咧，18000尺，成交咗最近咧，連續幾單都講16000尺，咁所以咧變咗呢度嘅時候啦，樓下咧地鋪啊，仲要小巷單邊位都14000尺嚟曬，冇世界變化了啊，仲要送埋個閣樓俾你添，咁大嘅空間喎，即係平樓上20%添啊！好，同你從另一個角度嘅時候咧，就睇下黃大仙呢頭嘅乜鳳街，乜鳳街通常都係呢個嘅重建啊，收購價值多啲啊，但係咧咁即係呢個小巷單邊位新嘅樓盤下面嘅時候咧，咁平嘅尺價就抵啊！呢個感覺一個7分位，另一個角度俾你。睇睇呢间铺。大家星期日快乐啊！而家后面呢间铺就注册成交咗930万，抵啊！门面阔20尺面，30尺深，地铺有个阁楼，我谂一个自建阁咁样啦，就上面一个水族馆仔咁样嘅，栋大厦新新地，但系而家就讲紧系2022年啦，呢个嘅3月27号啊，呢个晏昼星期日啊2:29就同阿 Sandy 潘啊，中原个工商铺董事总经理佢勤力过啊，今日就同佢周围睇呢个无线电视啊，周围睇铺啦，同埋真系落过。咁啊，呢个而家就你知黄大仙呢度嘅时候咧，就系乜凤街、乜凤街一大抽咧，有明凤街、有翠凤街、双凤街、有银凤街、有金凤街、乜凤街、乜凤街，好多都系收购重建多。后面呢一个咧就叫做翠凤街，咁我而家企咗喺条街呢度就叫做飞凤街。飞凤街后面呢一间嘅铺头就成交咗，系930万，实用面积嘅时候咧讲紧成662尺，大件唔错啊，感觉都一个7分位，唔差。另住面俾你望真啲，呢个龙辉阁，龙辉阁嘅时候咧，地铺咧就讲紧呢个嘅叫做果然田木社啦，咁之后就上面就有个罗汉呢个水族馆啦，罗汉水族馆嘅时候咧，咁啊再转过嚟望就成栋大厦先啦，咁啊呢度啦，咁啊睇下附近环境先，咁侧边咧转右落去呢度咧就讲紧喺个明凤街，咁明凤街你知道咧就嗰阵时咩宏安啊嗰阵一大收购紧啊，转咗度好大个地盘啦，咁啊同埋嗰个咩武仪集团咁样啦，咁啊侧边咧再转过嚟嘅时候咩圣母啊幼稚园啊圣母呢个小学咁啦，上面呢个嘅明凤翠凤街啦，全部都系收购啦，好多呢啲铺咧，通常都系收购多，咁每间铺嘅时候，我谂大概1000头万咁啦。咁啊，讲 exactly 呢个位置嘅时候，读啲基本资料听先，就系讲紧系呢个黄大仙呢个飞凤街66至68号呢个龙辉阁地下嘅1号铺。咁啊，讲紧建筑面积系945尺，咁啊实用咧就讲紧系662尺。租客咧就呢个叫做果然嘅呢个嘅田木社啦，咁啱啱了解过嘅时候咧，应该就楼上咧有个叫做罗汉水族馆，同我呢度嘅即系看间经过嘅时候，应该条楼梯喺下面啦，但系爬上去咁啦，喺罗汉呢个水族馆就唔系喺个大厦入边嚟嘅，咁就个注册成交咗系930万，建筑面积945尺，实用面积咧就讲紧系662尺，大件 OK 啊。咁啊，讲紧啊，楼龄咧就大概系28年咁啦，新新地咧啲用嘅楼咧叫做龙辉阁。原本业主咧就2003年嘅时候147万买入嚟，147万入嚟，2003年揸到而家就讲咗卖咗系930万抵啊 ，OK 唔差。大件市区，咁啊始终你记住啦，黄大仙呢头咧好多重建嚟紧啦，呢啲楼咧全部会拆噶啦，好多都会拆噶啦嚟紧。同埋侧边呢头咧宏安起嘅时候咧，有好多全部都会拆噶啦，咩拆咗人流相对大栋900多万，虽然斜路位超级直，但始终呢啲位嘅时候做呢、这个做间按摩店又好，做间发廊又好，好似而家做呢个零售又好，水族馆始终有个需求嘅喺市区入边。用2.5厘嘅平均计算嘅时候咧，差唔多要估价处讲紧1.9万就搞掂啦。咁攞到個回報1.9万，咁呢位唔差，20尺面，咁啊，所以就呢一帶咧，黃大仙你知啦，都係好多呢啲叫做咩銀鳳街、飛鳳街、明鳳街、翠鳳街、雙鳳街一帶，全部都係收購嘅，全部都玩收購嘅，咁好啊，唔差，咁啊，再望下呢個嘅門面啦，呢、這個唔差，大件嘅。唉，冇計啦 ，if you can't do what you love, love what you do 啦，星期日就周圍睇到註冊，都要睇一鋪咁先至有感覺啦，咁啊，好啦。贵买家呢个900多万抵啊呢个位，咁啊所有个业主有冇放手啊？咁啊款式嘅就揾下我哋啊，静啊静啲，开始叫大件啦，市区永远有需求啊，咁啊 OK 嘅呢位黄大仙呢、这个即系飞凤街，虽然你十世都唔会嚟，咁但系呢头附近嘅时候，我相信人流都会再增加多啲嘅，咁啊侧边重建嘅时候都好嘢嚟噶，好啦，门面够款啊嘛，劏开两间嘅时候，每间400多万抵到烂，贵买家，贵买家。